你放屁！啊，小杨哥连什么时候结的婚都忘记了，气得小杨嫂当场爆了粗口：“你结婚怎么这样？你们两个别动啊！你不动会死哦！你结婚什么时候？你没问我，我不问。你说，你说我就说。”你俩半斤八两。我结婚，告诉你，7月6号还是6月7？你放屁！啊，对吗？6月7，反正我知道我领结婚证是5/21，我6月2号又记错了，结婚6月7号了。哎呀，还为什么我们俩记性都很差？哼，你给谁打电话？我也打一下，我也打。你甭管。真的笑不活了，小黄隔空喊话师傅爱看美女，下一秒小杨哥空降直播现场，气氛好不尴尬。最主要的是小黄车刚被下架了，这下可就好玩了。车没了，车没了，你的小黄车呢？小黄车落家里去了，别人偷走了，还是你们当二手车给卖了？你车呢？你的车呢？小黄当二手车卖了吗？你们违章了，你车拿去维修了，车被扣了。你知道你车了，你小黄，小黄，小黄车了。夏伯伯，啊，真假的？你没车你干啥？啊啊！我的妈呀！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时间，你车被玩跑2次。来来，水果，我老婆把你车搞回来啊！我先把你车搞回来。喂，来了吗？车来了吗？看到没？看一下。哦，这么快啊！你给谁打电话？我也打一下，我也打。你甭管。我下次自己打。你知道人情多难还吗，小花？哎呀！就在昨晚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小杨哥给自己的徒弟倒茶？你给他刷牙。听我爸的啊，老爸。兄弟们让我给他倒茶，你说这个你得你说了吧，这是你说，我是你儿子，你说倒不倒？倒。他们让我给他倒茶，倒。他我徒弟啊，倒呀。拿什么？拿壶啊。我不喝，我不喝。不喝，徒弟不喝。我让我徒弟给我刷个牙行吗？这没问题吧？我这样我问老妈，不问你了，好吧，老妈，我问老妈，你得听老妈的吧。来，老妈来，来，小黄坐我的位置。什么？是吧？我让我徒弟给我刷个牙。叮叮叮，他给你刷牙，可以吧？这没问题吧？什么意思？你给他刷牙。老师，来，黄总，和四大师，老妈给你刷个牙，好不好？哥，来。最后，杨妈这个举动真的太暖了。小杨哥套路小黄喝漱口水，最后小黄的反应绝了。小黄，你别看着啊，你也喝一个。注意看，小杨哥假装咽下去了。稀有味道。此时小黄还在介绍产品，回头一看，师傅喝了惊呆了。我该怎么办？喝还是不喝？心理建设，鼓起勇气。师傅一直在看我，拼了兄弟们。小杨哥得逞了，看小黄表情，下巴都惊掉了。你把他咽了？我看你是咽的。我没咽啊。你不找他？我他妈你把他咽了，绝对不能咽啊！咽了也没事，但是不用咽，老妹儿。我在仰望月亮之上。一二三，开始！
一，走，好了，讲了，讲了，赶紧讲。那不行的吗？太太就讲了，行，可以吗？重新练一遍啊，那讲了，对不对？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最后猜不中我就打你十下。好，来，开始。完了。Oh God, please, no!